科技进步，人类寿命得以延长。然而，非感染性疾病正愈加严重地危害着人类健康。人口老化是人生不变的定律，加上无法避免的生活压力、环境污染，现代医学遇到了瓶颈危机。在科技发达的年代，人类是否能逆转老化、恢复健康呢？人体是由无数细胞所组成的，细胞衰老就是生物衰老的基本原因，老年病并发的基础。近年来，医学科技的大突破，活细胞的发现，改变了现今医学容貌。活细胞疗法，世界上唯一被证实能安全并有效的逆转老化、恢复健康体魄的有效方法，可追溯至公元前100年，当时人类已懂得生吃动物骨髓和胎盘，而现今市场上则普遍通过注射、开刀移植等方式来进行活细胞疗法。其中最为人知的就是到瑞士注射胎盘素，即使价格非凡，却得到许多总统、政治家、企业家、天皇巨星的青睐，以留住青春容颜，恢复青春与活力。活细胞疗法逐渐普遍，然而众多摄取活细胞方式却拥有一定的局限。随着医学科技的发展， ReWay 为您提供一个最简单有效的活细胞疗法，让您获得健康长寿。冻干保存技术使细胞保存并维持3至4年的生物活性。长绒包衣技术避免胶囊被胃酸破坏，成分被小肠吸收达到3倍吸收力。氮气注射活胶囊技术使细胞不会因氧化而腐烂。乳化分解技术使较大颗粒分子可以通过胆道乳糜微粒被吸收。高科技与活细胞的美妙结合，确保胎盘活性成分得以发挥最大的效应。这就是营养辅助品中的劳斯莱斯 Pertia 胎盘素，新一代逆转老化、维持健康的最佳武器。自古就有鹿生百宝之说，鹿被视为传统珍贵药用动物，是灵丹妙药的象征。其中《本草纲目》记载着唐朝御医为杨贵妃研制鹿胎盘珍品的美丽典故，而历史上许多绝代佳人，武则天、孝庄皇后、慈禧太后都有服用鹿胎养颜抗衰老的记载。由此可见，鹿胎盘对养生美颜有一定的功效。 Pertia 意为纯洁的鹿，源自于零污染的国家纽西兰。研究发现，鹿胎盘在化学与生理上与人胎盘最相似，并已被证实无过敏反应，这亦是 Pertia 选用鹿胎盘的主要原因。鹿胎盘是母鹿自然分娩时所获得，在过程中不需要宰杀鹿只，确保不含任何化学物质。 ReWay 严谨把守每一个制作过程， Pertia 安全性与有效性备受肯定。为提供更全面完整的独特配方，经过不断革新与研发，精益求精。如今 ReWay 推出第四代 Pertia 胎盘素，让您感受前所未有的完美效果。全新 Pertia 胎盘素经过改良革新，内含9种珍贵成分。鹿胎盘活细胞能刺激老化更新过程，让器官保持壮健活力，逆转老化。番茄红素，天然类胡萝卜色素，是继葡萄籽之后受到瞩目的超级抗氧化剂，有助延迟老化。源自于山竹果实的养杂葱酮，含有丰富的植物营养素，
其生物活性的成分能提供超强的抗氧化功能。琉璃苣为食草科草本植物，所提炼的琉璃苣油有显著的抗炎效果，促进脂肪酸代谢。芦荟精华蕴含超过75种营养素和200种营养复合物。深海胶精是一种天然的脂质，能提供细胞氧气，活化修复受损细胞，促进代谢过程。海洋胶原蛋白含有最完全的18种氨基酸，能提高人体免疫力，保持肌肤年轻状态。鳄梨油是从鳄梨果汁中提炼而来，内含丰富 beta 胡萝卜素与钾，是非常强的抗氧化剂与抗炎剂。月见草又名晚樱花，富含多种维生素、矿物质，全方位有效的配方，一次性的完成3个逆转老化程序，保护、修复与再生。从身体内在机制的明显改善，到外在焕然一新的亮丽年轻肌肤，让您由内至外获得重生，再次享有青春年轻的权利。谁说您无法逆转老化，拥有健康人生？今天就给自己一个重生的机会。